8月31日 ,BTS 以最新英文数位单曲 Dynamite 首次登上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 Hot 100的 Top 1冠军。这还是首度登上排行榜冠军的韩国 K-POP 歌手。BTS 这次创下了史无前例佳绩，打破了 PSY 江南 Style 曾在榜上获得第二名的记录。对于本次的突破，就来公开一下 BTS 成员们所发表的感想如何，我们一起来看看。我依然觉得自己在做梦，感谢歌曲制作人为我们创作出这么好听的歌曲，这一切的成果都是和 ARMY 一同创造的，只有感谢再感谢，我会尽全力以更好的音乐来回报大家。 Dynamite 主要是以想与粉丝们愉快享受的心情为出发点的歌曲，获得了 HOT 100的第一名，看到这意想不到的成绩非常惊讶和开心，我认为这都是和粉丝们一同创造的成果，真心感谢大家。获得了 HOT 100的第一名有点懵，不敢相信，当被问到目标是什么时，曾说过想在 HOT 100拿第一，梦想成真的感觉真的很好，感谢大家让我们不再是停留在梦境中，在未来会更加努力。已分不清这是梦想还是现实，生活到现在第一次有这样的心情，所以难以用言语表达，就只想感谢粉丝们而已。起初就只是喜欢跳舞和音乐，没有想到会成为 HOT 100排行榜第一名的团体，心情很激动，想和粉丝们分享所有的荣耀。 Dynamite 并不是只为了一张好的成绩单，而是为了让任何人能够感到一丝欣慰也好的心情而发表的歌曲。意外听到在告示牌 HOT 100获得第一名的消息后，真的兴奋到说不出话来，非常感谢，感谢一起努力奋斗的成员们，还有真心喜爱我们的粉丝们。为了能让粉丝们看到比现在更帅气更棒的作品，我会尽最大的努力。虽然这是每个歌手的梦想，但谁也没想到会是我们登上告示牌 HOT 100的榜首。听到消息时我不敢相信，用双眼确认后吓了一跳，这次真的是托 ARMY 的福才能实现防弹少年团的梦想，谢谢你们，以后也会加倍努力的。听到获得 HOT 100第一名的时候就像做梦一样，真的是非常幸福的瞬间。谢谢 ARMY 们，我很想知道防弹少年团和 ARMY 们的极限可以到哪，以后要继续挑战更多可能性，更加努力。再次感谢一路上信任且为我们加油打气的 ARMY 们。面对新冠肺炎的这段困难时期，想借由这首歌曲来传达活力和希望。 Dynamite 发行同时也获得全世界104个国家和地区 iTunes Top Song 榜上排名第一，以及全世界最大音乐串流企业 Spotify 发表的排行榜中获得全球 TOP 50排行榜第一名，还在历届 YouTube MV 中创下了24小时最高点击率等多项纪录突破的团体。 BTS 所突破的纪录一次比一次更耀眼，真是为国争光啊。今天的三分钟速报先在这里告一段落，咱们下回继续。如果对此内容有任何评论想分享，欢迎留言以及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哦。